家好，我们是名人部，说爱与做狗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，你去过月球吗？你别笑，我去过。从那见过另一个你，那是另一个平行宇宙。你上来聊平行世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笑脸这么低了吗？你最近回去成都吃啥了？你妈给你做什么呀？回成都不是我妈做的，是我爸。啊，叔叔做那个有鸭血，鸭血，鸭血，特别好吃。大叔还去韩国给我们做，还有家宝哥妈妈。阿姨给我们做的那个小酥肉，小酥 肉啊，那酥肉是真的好吃。哎，狗，你还记得当时还是田哥带我们的时候，在机场的那个列车里，田哥在那跟我叫我们说，巴里塔，巴里塔，快上车。啊，你不是跑的就是比较快嘛，然后你当时就先上车，然后车门已经关了，然后我们都没上去，然后田哥在那找你，把车底一看，发现你在那吹窗户，说：“哟，我哥，就是救命的感觉。”田哥当时都，我的个，田哥当时每天都查我们的那个日记，我是为了这样一看的话，就显得比较多嘛，字母。然后就空一行写一个，对对，而且咱们到时候为了凑那个格子，最后说一个 Nair Whitey 写的特别大的格。想想田哥当时应该会被我们气死了。我们六个应该算是整个 JYP 整个 JYP 练习生最大胆的。你还记得你当时就是我们队中起的最晚那个吗？啊，然后亚伯哥那次，就是我们四个已经都去公司打卡了，然后你当时没起来。这个故事我们听过，来听听四个版本的陈述。五个人完全忘掉狗妹，然后狗妹自己打着一直睡。我们喊狗狗了，狗狗回了我们一声，狗狗回了我们之后又继续睡了。当时没起来，亚伯哥为了给你个教训，然后就没叫你起床，然后我们都在那吃饭呢，看见你从那跑过去，然后穿的那个绿鞋子红衣服，就是什么没有好好打扮的样子。我起来之后，我以为你们还在宿舍嘛，因为厕所有洗漱的声音，我就准备去洗漱。然后洗漱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哎，这人长得没怎么长得有点高，然后发现是田哥，田哥正好在洗脸，没有发现我，就是袜子也没穿，直接穿上鞋就跑了。当时我们准备 showcase 的时候，家宝哥还不是队长，就是我当时是比较前辈嘛，然后当时也学过 GOT7 给我们那个 Just Right， 嗯，然后教给你们，然后你们当时刚去什么规矩也不知道，就特别的不听话，然后不听你的话，对，当时你们可能也都小了，但是你不小，我小啊，但是我比较，当时我比较成熟稳重，对，可以这么说。当时就是我管理方式特别，我当时真的不会管人。我当时给你们编队形嘛，我当时就一直想不到，你们一动我就把气给你发在你们身上，别动，我在想。而且说起编队形啊这个事儿，我想起咱们每次就是编舞的时候，要么就是三角形，要么就是斜排。还有一段舞是那个圣诞节主题的吗？金箍棒，金箍棒，金箍棒，我干了，编个这个动作。这个故事我们也听过，新龙是这样说的：当时我们编的舞特别帅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编，这个帅，哎，这个帅，然后还是换成这个。是幼儿园小朋友吗？下面哥姐们还在那欢呼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穿的可好了。当时我们不是坐出租车吗？在韩国把 JYP 的叫 JYP 吗？我们跟师傅说 JYP 卡是谁啊？ JYP 卡欧弟啊？ JYP JYP 啊？ JYP 笑死我了。咱俩特别喜欢吃那个麻辣香锅，那里的那个叔叔阿姨非常照顾。那个火锅本来是最少两个人才能吃，但是
当时自己想吃，他就给我们那个单人份。两个人本来20000的麻辣香锅就够了，咱们俩好像吃了5000还是6000的。因为看当时看姚晨哥呀 ，Three Kids 哥们他们吃了一个10多万的。我们看着好香啊，我们俩瞬间那个20000的就不香了，然后下次就要了一个50000的。那你看了我那个做那个焦糖牛奶的那个视频？不行，焦糖我好想喝。哎，我下次给你做一个。喝喝。好。那个，当时我搅的时候手都特别，特别难做。累吧？我还失败了。失败了。还没有成功过。下次可以再给你做一次。你现在想吃什么？想吃火锅。我也想吃火锅了，我好久没吃了。还狗，擦擦嘴。你也擦擦嘴。好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去那个本公司的时候，看见那个 Twice 姐姐们，还有那个 GOT7 哥们，跟没见过世面的一样。就人家在那边练习，我们就扒着窗户看，然后厕所在那边嘛，然后我们当时上课的上了有。一人四边厕所。我记得当时咱们去那个什么，去看 GOT7 哥哥，也是粉丝见面会，好像当时还见了 GOT7 哥哥。咱们在哥哥面前跳了一点大球，然后拜拜哥当时还爆粗样，爆粗样，有点像。是啊，但是他们好像以为苏阳是女生。对对对，苏阳当时扎了个小辫。男的，我男的。哎，还记得初中生上课和下课表情都是不一样的，上课下课他上课不都是每次面带笑容的开始上课，然后下课的时候要被咱们气死了、然后老师纠正我们发音的时候，你给我磨样是不是，然后就是那个声调的时候，嗯嗯嗯嗯每次去那个本公司都要那个是录音，还有朴老师跟我们分派的嘛。我第一次分派的时候，朴老师看着歌词儿，然后我们就站起来，然后朴老师在看歌词儿，我们在那站，这么站巨紧张。朴老师在看歌词儿，看歌词儿，不是了不，不是了不、然后突然笑。俺在好笑啊，像不像？然后每次陈老师从电梯里出来都是本来是这个表情，然后看见我了，我那抹黑。今天说其实说非常多，那我们这一期的名人部说暗语组合下期再见吧，拜拜拜拜。